我们是真的接吻了吗？不可能！你相信我，主编，你没有发现从那天之后你的生活就不顺了吗？就是因为你把顺利给了我，就是因为那个吻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？真的，主编，你信我吧。就是我那个朋友都说了，你想，我们一起抽签，一起摔倒。信怎么信啊？你出去啊！吵死了！下下签！哎呀，皮克，你给我出去！第二次换成你抽了下下签，这不是巧合。主编，你想，我们一起抽完签摔倒，我的腿一点事都没有。你看您摔得那么严重，还有你的杂志销量急剧下跌，我的设计却一夜爆火。真的相信我，你让我把属于你的顺顺利利、顺利的还给你，好不好？我就，护士，来人啊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没事，他可能是有点低血糖了，我们把他扶起来。收点葡萄糖就行了。